我面上相当大尾阁新鲜的这沙白鱼是正港台南在地养殖出来，透过着加工沙白鱼来去拄着鱼翅，和民众买着饲料会当方便料理，而且透过着相关的技术，和沙白鱼的料理有了真侪变化。只是因为现今的时代，大家不喜欢吃多次的这种料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有许多无刺的虱目鱼肚或者虱目鱼排能够做好。所以我相信，透过优质的全联通路，能够做最好的强强联手。把最强的台南虱目鱼跟最强的全联通路一起结合起来，让最优质的台湾的消费者能够品尝最好吃的虱目鱼。为了提供台南的沙白鱼，市府今年持续甲全联来做着合作，将沙白鱼商品上架着超市通路，要让民众买到上新鲜的在地沙白鱼。并我们能跟全联合作，全台湾最大的通路之一，能够把优质的台南虱目鱼能够行销到全台湾的虱目鱼单价已经很高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打开更多的通路。你全联好利中心的这副董事长贾建南表示说，全联108年开始经营到这个各地政府销售的龙鱼产品，以及台南市沙白鱼营销是创造了不错的成绩。全联所有的鱼产品，我们台南是大人，我这有沙白鱼，还有鲷鱼，还有虾，还有粉条，都在咱吃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卖是来卖沙白鱼。但无法倒来台南食哦，咱全台湾所有的全联哦，拢会当买着咱台南的好食的沙白鱼。咱上个沙白鱼，而且三地第三个宣传活动，佫特别请来着总铺师、甲市长、甲业长等人，做伙透过着沙白鱼的加工商品进行着料理。而这回合作，只去到8月4号，只要伫全联的门市购买着指定沙白鱼商品，满198元会当省着20元。同时，伫全联的线上网站内做着购买，佫会当来抽奖。喜欢着沙白鱼的朋友，不妨趁这波活动好好来交关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市府采访报道。